今天特别难得，后面可以听到吗？你可以听到啊。也期待了很久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本来连书都不会想写，讲很坦白哈。那真言一来的是过去跟好多朋友分享，也是有一点就是说，重复一件事情重复100次，你还不如就写下来嘛，一个 notes 一个啊。所以以前在我书架有，还比如说这个第33章为的糖尿病或什么。我有糖尿病朋友就会去拿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啊，那这个饮食好这样。”后来就为了方便，就把它集中了，所以有这个真元一啊，那会变成一个 bestseller 畅销书，这是我感觉，我每天在笑啊，跟这个天呢、啊，内心在笑，因为感觉是不可能的事，好像就是啊。那我知道这都从宇宙它有个安排，安排什么 ？OK， 你既然把大家骗进来了，那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去做一个提升或者一个转变？也就是讲意识的层面。所以好，那静坐我其实也没有根据不是我不认识我的作品，或者演讲啊等好，然后。哎，好，那这个全部啊，全部生命系列就陆续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周边的人呢不懂，听不懂，甚至啊该反弹的都反弹，这是很可爱啊。你讲的东西不懂，这个理性放不过嘛，左脑放不过，他非要让你知道，他不是很同。我装傻啊 ，OK 啊 ，email 来啊，讲的那个我都留记录，将有一天你们看这个，不会认为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我常讲是啊，理性最理性的人，其实是最不理性。你们相不相信讲这句话？所以又要办读书会，读书会不是我当然希望是找大家，但是首先先集中，空间也不够。啊，我们自己内部是我们的工作的伙伴，比如说出版社啊，我们有跟蜂巢嘛，蜂巢的朋友啊，大家我们自己同事几位主管好像，所以很早就想打开，但是我认为讲我们自己内部不沟通，我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品都还要敲门，你想不想登？你们想不到啊，这样子啊。啊，进度排明年啊，但是都是合理的，都是合理，因为这个是问题是我个人的进度啊，因为我没有不认为是一本书，是朗诵嘛，轻松松的，但就出来这些，但它有个步调，假如你们注意有个步调，它从有到空，从做到可以不能讲不做在。它是自己有一个 tempo， 所以这个我挡都挡不住。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，哎，整个开会一个空档，啊，就整个一本书就出来了，啊，大概这样。所以我最多只是很借用这个身体让它浮出来。那当一个人要宁静，假如有很多杂乱的思考啊念头，这个啊也不可能。写的那当然就是人间啊，在处理是一种相对对立的啊，一种二元对立的这种作品，所以这个一路这样出来了。出来的话，所以读书会刚讲的读书会是这样来的。你看这是很有趣哦，为的解决一些方便嘛。那所以你们你看今天也被骗进来了，你们今天来就是有这个经过。那。我刚走进来就可以感觉到你们这群哈、啊、比较成熟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why 我不知道啊，所以这首先要恭喜你们啊。然后我先也再问一下这个啊，看过全部生命系列每本书，你们可不可以举手？我没有也没关系，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。
我不合理，你们有没有拿起问？抬高一点，我可以看到，好，好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声音的这个作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蜂巢出来的，有很多 album， 有听过的可不可以举手？哦，相当不容易。嗯，读书会有听过的。OK， 好，很好，好，所以算是算比较资深讲这个是称赞你们，也其实也在骗你们，没有什么东西叫资深哦。资深这句话是带了一种包裹，一种制约，因为我们每个人还是用左脑，在用左脑在取，好像想取什么。那很多人是透过经、佛经、圣经、宗教嘛，啊，道经，啊，我认为制约很大，所以这一点我很多同事跟我很好，因为他们就是很诚恳，所以我也很诚恳跟他们讲，因为我们理解是用左脑，是用理性，那这个理性它是用二元对立、比较、分别，大家都懂，你们听也都懂，我知道。但是因为这个懂的范围全部是在二元对立，所以我必须要讲你不懂，它有另外一个层面，不是可以理解打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都在抓一个东西，好像他讲了一句话啊，可不可能哦，我这个了解了。我其实常跟同事大家朋友开玩笑说，我这样子让你懂，我害了你，你是逻辑头脑懂，不是这个更深的层面在懂，更深的层面懂，我常讲是心在懂，是个绝对的范围 absolute， 我们全部我们懂是相对 relative 比较，绝对我们只能讲一体啊，心，你这个字懂，你只要讲懂 something， 懂了什么东西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，只要你懂 something， 你这已经落在相对的范围，这是最难最难的体会。所以三月五月二十三号，我是很期待你们大家一起来听，不要去懂 something， 不要去抄笔记，不要做任何记录， enjoy 这样就好。你越 enjoy 放松，把自己的身份只摆到旁边，暂时两个半小时总是可以办得到嘛。啊，回去可以再把它捡回来嘛，带回来嘛，啊，把这个挪到旁边，就那么简单。其实你会有收获，但是收获你没办法去分析，也不要去分析，也不要去跟别人分享，它不是透过语言。你只要用语言，那是一种很表面的感受，是一种情绪啊，念头啊，一种转变，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。所以你们来到这里，这是我们身心灵转换中心办了好多年了，也是偷偷摸在办年，就是跟大家结缘啊。那里面有很多我们称为叫做疗程，其实不是疗程，它是用各式各样的工具，因为我们有人有感触，有个化学，一个层面，有个结构，希望用这个方法帮助大家，首先健康，当然因为我还是医师，健康的工程师，做个大的转变，做大的转变，中间最后是希望意识转变，跟着转变，透过健康，把健康的问题，很多朋友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也过去找过好多专家等，我们其实不是个诊所，但是希望把健康的问题当作个门户，当作一个很大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意识转变的机会，让大家透过这个门户考验这个危机。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危机，对不对？有慢性病啊，有肿瘤啊，有好多好多问题。
来这样，我常跟他讲，不是治病，我这不是诊所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帮助你。最后我的目的，假如可以这样讲啊，其实人生也没有什么目的好谈，希望可以彻底的一个意识转变，这是才是我认为我们这次来主要的功课，你我每一个人的功课。所以啊，你们来的这样，这是我们的转换中心。就是这个好多同事，他们今天是他们在办的啊，办跟梦一起在跟这样连起来。好，那大概先这样子介绍。我们啊，这些作品刚刚有提到，是从有一只像个钟摆一样的摇摇摇，摇到后面已经有一点这个在。绝对的味道出来了，你看我的这个语言就开始不同。不同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，切入点的问题。表面上好像有一点矛盾，但是其实讲真正一步一步，假如有练习到这里，有在体验，有很诚恳，很谦虚。修行是其实一个人要很谦虚，不懂就不懂，也无所谓，不要坚持懂。不是不要坚持好像知道什么，它不是靠知道，不是靠知识，甚至我们常讲为知，连为知都不是，只要你可以讲出来都不是啊。我们这个钟摆已经慢慢摇到绝对，摇到绝对的话啊，很有趣。我发现首先人一直跟我们走，不晓得是可以讲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。但是我有一点我很有把握，假如你们真正有认真读到这里啊，你现在回到任何一首经，佛经、圣经等道经不要讲，我相信你们一看就到。因为以前古人的语言，大圣语言，它就是当时有当时的语言，当时的 vocabulary 啊，词汇，这怎么讲？词汇啊，我的发音，我一个人用词，我讲词汇啊，词，对啊，我刚刚讲的是词汇啊，词汇，当时词汇有限，就是当时2000多年的，那今天我们发达到这一步，好多语言跟过去不一样嘛，所以啊，现在就应该用现代的语言。但是我相信你们发现古人不少，好聪明啊，有智慧，大智慧。所以我相信假如你们回去现在把这些经典当成你的老师，那一生用不完，用不完，会发现跟你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是个工程师啊，在教书，在学习，在当做同学，当做学生，任何专业老师等，你都发现他跟你有密切的关系，不是说一个很遥远啊，跟你不相关的，跟你个人不相关，是会影响到你这一生，这是要来做的。但是这个关系影响到命，其实我一直在提醒，不要去追求，它本身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做法。我们一般人会修行，因为命不好，或是碰到一些打击、一些失落啊，或是一些创伤啊，然后希望把这个命做一个修正，要做一个改。一般我所见到的，我敢讲的99%都这样子。我没有说你们啊，99%从过去到30多年来都是这样子。发现命一好一转变，人不见了。失踪了，找都找不到。我想这一次啊，希望种了一个，就是扎了一个种子，丢了一个种子。我希望这个种子可以慢慢的发芽，不要急。希望有一天，你不是想追求什么，没有什么目的，想走这条路，没有什么目的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路嘛，它是没有路的路，没有任何目的可以追求的，而最后你发现连挡都挡不住，
那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它像一个海啸一样的来带着你走，你想挡都挡不住，那你大概也不会想挡，想追些什么讲不出来，想得到没有什么好得的，想去哪里也去不了。所以你也知道，假如有真正这样的体会，那差不多了，那很自然了，自在了，你就会开始每一天自己的情绪一波一波来，自己要看得很清楚，从自己的情绪再着手，再开刀，再不断的这个提醒自己，这个哎，为谁有这些情绪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倒不是今天我专修闭着眼睛啊，或是在静坐，或是要做什么练习或什么，到时候发现啊，为谁有这个练习？为谁有修行？所以后面一本书叫做头脑的东西，那已经这个钟摆已经摇到很往右了那时候就提出来，修行是为了小我。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啊，因为我希望你们可以听懂。那假如今天是另外一个群啊，我可能这些话我都还不 ready， 因为我不是带大家都在讲练习修行，怎么突然讲到练习修行是为了小我，强化小我，是你的小我在告诉你，啊，我现在懂了，我有领悟了。或者有些人说啊，我有什么感触啊，身体有什么变化，我领悟很深哦，甚至我领悟比你更深。我们听别人这个发言啊，发表分享啊，这算什么？虽然不讲出来，心里面对不对？等我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境界，或是更高明是什么？不讲话。我说我不讲话，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或是跟每一个人都在拜了，你不知道我的在想什么吗？最多只能猜我很高啊，我这境界很高。所以啊，就是相当有趣，就是走到最后，你发现没有一个作者，没有一个人在修行，没有东西叫修行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个我。这个你们看可以接受这一点。我们后面有时间的陷阱，时间是头脑的产物。我这里把这书都丢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过去我还会随便在这本书讲什么样，担心你们啊，我懂了，我不用去看了。时间时空是头脑的产物，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跳不出来的。小我后面有一个是叫做短路，时间的陷阱。短路是我想把一套科学，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科学，身体的变化等带出来，然后接下来头脑的东西。都写好，就等着这个啊，就是看怎样，也可以不登嘛。我常讲说我对我无所谓，所以前面奇迹我决定不登，所以把它摆到这个保险箱，等到有一天走了以后再见。那一样的，这个也可以不登，对我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也没想得到什么。有人想翻成英文、德文、法文，我说不要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愿意怎么做无所谓，我说我不能管了嘛，没办法做主嘛。那好，这个小我不存在，小我不存在。你们认为今天在听我讲话，有个你，有个他，有自己。假如你自己真正存在，就是这个小我存在啊。我们不用讲解脱，你解脱不了的，不可能。就是因为小我不存在，它是一个 omics， 我们医学很习惯讲 omics， 它是个资讯体 informatics， 资讯造成一个体，虚拟的体，所以
我才可以大胆说我们可以跳出来，因为不需要跳，没有跳。假如真正存在，你试试看，跳都跳不出来，拿一个锯子锯都锯不了，就是因为不存在，所以啊有办法。讲有办法就讲错了，它不是靠办法，你还是好多矛盾啊。这就让你们大家自己去参去体会，啊，讲的有没有任何矛盾？好，大概这样子，我这样子做一个啊总介绍啊。我过去不会前面讲，先带着大家安静下来，但是因为我认为啊，我是假设你们已经有一些这个基础，所以我感觉这些话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做什么？接下来我想做一个练习跟大家。这个练习也就是啊，你们大概在读书会听到我讲觉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在这个当面，我们将接触，那感受会不一样，因为这种啊生命场所带出来的这个啊，可以讲状态也好啊，又在讲不存在的东西，一个境界也好，一个体验不太一样。你们真正到最后会懂得，知道说跟我讲话讲什么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我这样发呆、沉默，讲你很诚恳，其实我们很更容易进入这个场，生命场，每个人都有。像我在国外。这是从来台湾前经过瑞士，啊，也是没有行程，所以也没有更久。但是我知道每次这宇宙带着巨量，就有人在那等我。我知道啊，刚刚好，果然啊，那就带着大家好多人在一起静坐，大部分时间都不讲话，沉默。不是像你们这样子在看我发呆，但是有个对象，发呆的对象还是存在。大家都不讲话，但是我敢这样讲，那种效果远远的大于我们演讲啊做任何互动的大，那是天空都会打开一个洞。那不是某一个人的，是或是哪一个人的成就，倒不是这样，我们本来就有。只是在一个某一个场面，只要大家都很诚恳，灰尘，头脑的灰尘，念头的灰尘，可以让它沉淀。只要让它沉淀，它就爆出来了，还不是发出来，是爆出来。爆出来的话，它就会达到一个很大的共振，会重叠重叠这样上去。当这些都是比喻，你也可以讲下去。扩散啊，那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体会。所以我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密。很多人认为我要讲什么，像我们当然我们做发行朋友也这样啊，他们都跟我很好，所以我什么话都在他们前面讲。这有时候再批评我都敢讲，都无所谓。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个蜂巢的几位朋友在这里都跟我很好，一路走来我看他们的变化啊，个人的体会感觉很高兴。工作伙伴是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工作是 professional 的关系，但是我们私人个人都不是好朋友，这是最重要。那站到编辑角度，他一定要从理性着手，这是难免的。但是其实不是靠这些字，不是靠这些文学的境界，理性的什么，是靠一个场。讲这个场都是只是个比喻嘛，一个共振。所以啊，你们今天会想来，这样就是在更深，在某一个层面，好像有 something， 你也没办法表达出来，不是头脑解释一大堆，懂了不懂，但是好像打了一个共鸣，所以是这样的。倒不是我今天讲这个办活动，有时候我们同事还会提醒，哎，讲的好像你要有切入点，或是讲的理性，我刚讲，因为你不懂，所以才会讲这些话。它是靠一个场，一个生命场，一个螺旋场。现在就有个螺旋场，这个我想，只要我们心胸打开啊，没有什么追求，慢慢会感应到。
所以我们啊，接下来很快啊，我们把啊，我们还是闭着眼睛哈，闭着眼睛，大家闭着眼睛，姿势怎样说都无所谓，只是放松就好。一样看着自己呼吸，应该你们都知道，一进一出，一进一出都知道，轻轻松松按照自己的呼吸的步调，不要去干涉它，不要影响到它，但是轻轻的，不要抓得很紧。轻松知道点一下呼吸这样就好，把自己心找回来，收回来，收到哪里？收到呼吸。我让你们先轮重复几次，我就不多讲了。一长一短我都知道，我选择都不要去干涉，不要去干涉呼吸，最终只是见证，知道稍微一个很微细的，做个很轻松的，很被动的见证者，有杂念没有关系，杂念跟我也无关呢、啊，杂念也是虚的，我们的轻松，轻松带给我呼吸，静息也是我，吐气也是我，一静心中有个我，我吐气，我这个我已经不是小我，跟宇宙那么大的我，是个全部的我，是真正的我，从来没有生过，不生不死的我，最多也是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就是一切，其实一切就是我，我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是跟我有关系，而这个我看着呼吸，体会到呼吸，欣赏的呼到呼吸，他没有动过，他也不想动，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我，到处都在的我。
样样都知道的我，样样都知道而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懒得知道，慢慢的连着口呼吸也都懒得看它，也懒得讲出来，心中讲都多余的。连个见证者都懒得做，最多好像知道，好像不知道，知道什么讲不出来，也不想讲，懒得讲，呼吸就让它呼吸吧，有声音就让它存在吧。有念头来吧，要走走吧，样样我都可以放掉，样样跟我都不相关，随一切来，随一切走，都无所谓。有时候又好像知道什么东西，好像又有时候不知道，知为知，不知不可知，也讲不出来，也不想讲，任何念头都可以放过。其实放过不放过跟我都不相关，轻轻松松的在觉，觉得只是在觉，倒不是觉察到什么东西，觉最原始的觉，清醒的觉，每一个瞬间它来它走跟我都不相关，需不需要存在跟我一点都不相关，我也不理的，不想理。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我在意，我想得到，我放不掉，
连死都不怕，哪里有烦恼？有什么事情过不去，让我痛伤，受到委屈，让我后悔，让我掉眼泪，让我高兴、兴奋？有什么东西我放不过，而跟我真正的自己有一点关系？有什么东西有关系？有什么东西是真的？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真的？Nothing in this world is real. 没有一样东西在这世界是真的。That which is real is no thing. 真正的、真实是完全不落在这世界，跟任何东西不相关。懂了这一点，我们心胸的障碍、过去的负担、没办法忍受的痛苦，全部都解开了，都放掉了，都让它走掉了。因为一切都是虚的，跟我不相关，从来没有相关过。我这一生全部所认为的真实都是假的，都不存在，都是头脑制造出来的。假如没有这个头脑，一切都平安，没有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今天晚上回家睡觉前，可不可以这样做？按照我刚刚带大家的步调，从我从呼吸，呼吸观察呼吸，然后接下来我到最后觉，最多只剩下觉。深更半夜起来的话，或早上起来的话，停留在觉，在一个空等，知道是醒的，但是是谁醒过来，倒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停留在这空等，清楚的空等。接下来一秒钟后，两秒、三秒，有一个念头，知道有个身体，有个感受，马上做一个转弯，回到自己心，问自己：为谁有这个觉？知道有什么东西？有感受，知道自己是醒过来的，有念头，有烦恼，是谁？为谁？为谁有这些感受？这时候也可以停留在这个空档，或是假如想再进一步，自己回答：当然是我啊，是我啊，这个世界是我制造出来的，一切是从我的心延伸出来的，我的脑啊延伸出来的，那
我又是谁 ？Who am I？ 只要你问这三个字，我是谁 ？Who am I？ Who am I？ 突然带动一个反射的动力，一个回转的动力。我是谁？三个字，突然踩了一个刹车，宇宙就帮你做了回转。没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。这三个字已经在表达，一切都清楚，知道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我。我的根不存在，而不存在的根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不存在的根，我的根就是神、上帝、佛性、佛陀、心一体绝对，而我就是他。三个字 ，Who am I？ Who am I？ 一起来，一醒过来，这时候最容易，只要你不要立时爬起来，这时候最容易沉淀，甚至陆陆续续的，假如你有耐心，你下个决心。会抓到他的头，知道从哪里来的念头，从哪里来的，而再往前走，自然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是光空全部，而这全部什么都没有。这么一来，你突然体会到全部这个世界，我们所体会到的、所看到的、所活出来的，都是头脑的作业，都在一个相对的世界在打转。而这个相对的世界，在我们的整体、绝对、在重叠、在 overlap、在 superimpose、在这里交叉。而过去不知道，一知道了，啊，原来这样子，没有什么矛盾了。你也可以放过它，也可以让它存在。而跟你放不放过，让它存不存在，其实也不相关，是个虚拟的东西，何必去干涉它？这么一来，一个人轻轻松松的知道，这一生所经过的，它没有什么代表性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干涉任何东西。放过是身体吗？这个身体也是头脑的一个虚拟的状态所带来的，业力所带来的。你去干涉它，建立更多业力；你不去干涉它，这个身体还是会讲话，会吃饭，会上洗手间，会做事，可以办公，可以上学，可以讲课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做，而最多只是没有一个作者，这个房子没有人在住在里面。这些你要亲自体会，不是听我讲，相信我讲，自己拿这个身心、自己的生命来验证，这比较重要。自然会发现，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都可以验证的，而它倒不是用头脑来理解，
理解什么都没有用，它还是停留在虚的、虚拟的世界，虚拟的真实，所以对你个人没有什么帮助。真正要活出来，是透过每一个层面、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体，亲自来体会，你才知道，确实就是这样子。从古人到现在讲的，都是这样子。那你这一生就突然发现很好过，也没有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别人有事跟你不相关，当然，你可能还在办事。从别人的角度，哦，好像好忙哦，办好多事哦，也可以讲话啊，也可以写字，什么都可以做。但是你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个幻觉，因为你可以放过自己，你不干涉自己，所以反过来从别人的眼光，效率特别高，特别好。样样你只需要做一次，想一次，规划不规划其实都不重要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你没有再带来一层的阻碍，最多只是这样子。所以怎么可能不好过？非常好过，最多也只是这样子。那命好不好，可不可以转过来，跟你不相关了。从别人的眼光里面，可能命更不好，好多业力浮出来，一波一波的浮出来，这个海啸在接下来再一波波的浮出来。但从你的角度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个人一点都不相关。你知道这些都是过去所带来的业力，他一定要完成他自己，你去干涉他，他从另外一个角落再出现，只是耽误重复，多费力。你不去费力，不去挡住，不带来一个阻碍，痛就让痛嘛，失落就让失落完嘛，撕开就让撕开嘛，这样子一次就解决了。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过去被骗走了，被洗脑，那么透彻的洗脑，完全不知道。打转先知道了有什么东西重要，有什么东西放不过，突然发现自由了。For the first time, you're free. 那这种体会是比个大地震还大，比个海啸还大。就好像一个人到个山顶，大声喊 I am free. 我自由的。其实，接下来发现，你从来没有不自由的。是你把自己绑住，认为有个东西 there is something 才不自由，才有这个印象，一生累积的印象，我不自由，我被束缚，我被别人制约，我受到委屈，我的命不好，不如别人，等等等等。一个人懂了，发现跟全部这些状况一点都不相关。接下来也只好好好过吧。过什么 ？Doesn't matter， 无所谓。突然，哪里都可以在。无所不在是眼前随时可以活出来的，而虽然如此，我选择这里现在
无所不知，你样样都可以知道，而你选择我样样都不重视，无可不能，你样样都可以变化，都可以把它制造，本来这世界就自己制造的嘛，而你轻松的选择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去改，样样都可以臣服，都可以接受，这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而你就是他。一个人就突然懂得什么叫谦虚，样样没有一样东西需要知道，没有一样东西需要得到，没有一样东西过不去，也不需要去哪里，跑到印度啊，跑到山顶啊，哪里都不需要，你心中有一切，而这一切跟任何这个世界的东西都不相关。看可不可以体会到这几点，大家都入定了，你们这里的成熟度很不一样，不是聪明跟 intelligence 一点关系没有，成熟度差很多，我也不用问我为什么知道，但是这个也无所谓，就是每人他在一个过程，都是只要有切入这样就好了。有些人可以听进去，但是还是有些朋友听不进去，我必须要讲，我也无所谓，对我也无所谓，总是要记得一点啊，刚刚讲的谦虚好重要，另外一点就是层次的问题啊，虽然大家的成熟度不一样，但是要记得一点，不管过去做过哪些不妥当的事情，比如说自己认为有罪啊，或者我们认为别人有罪啊，可能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，我每一个都有，多多少少都有，其实跟你醒不醒过来都不相关，这一点我过去不会随便这样讲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啊，因为可人帮助自己最大就是我们有个自闭，认为自己不如别人，所以这个头脑让你自己又带来一层的这个束缚绑架，这一点要清楚，醒不醒过来只是最多只是个转变，突然的转变，它比一个瞬间一秒钟内还更快，跟其他东西都不相关。当然你可以说过去我好好的去接触也好，去修行也好，在准备你，但准备什么这很难讲，很多人准备了很久不见得会醒过来，有些人他从来没有接触任何佛经也好，圣经也好，宗教什么都没有，连这个什么叫灵气 spirituality 都不懂，突然醒过来也都有，其实不相关，也不要去分析，最重要还是一个人诚恳跟谦虚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时间 OK 了，你们我们今天想守住时间啊，那大概我们本来讲说就用一个小时差不多这样子，但是很难得，我想打开一下，让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讲的，那假如可以的话尽量把这个时间缩短啊，因为我想你们听到读书会也知道
很多你们听的，当你们是很客气了，好多朋友会其他的朋友会有点不耐烦，因为他个人的状况跟别人也许不相配，但有些共同点，我希望我们从这共同，什么叫共同点，当然也是很主观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所谓，你们有什么想提出来的？讲大声，大声一点啊！就是我开始看博士的书是在有一次我自己在家禅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看到今生，我看到自己的每一个念头都是虚妄的。那次让我很算是蛮惊讶的，因为发现原念头其实是不会虚妄，从来都不曾存在过。那后来因为我找不到人来问，那后来我就开始看博士的书，然后一本一本的对着把它看完。然后在今年三月的时候，我又在自己在家一次禅定，很快的时间20分钟。然后我到后来一直把自己的念头放掉，后来把自己的呼吸也放掉，后来把自己的心跳也放掉，后来把自己的所有生命都放掉之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本质。就是那个，其实没有空也没有有的一个本质。你讲大声点，你看到自己的。哦，我看到自己的本质。啊、哦。就是没有空也没有有的那个本质。然后我发现，其实任何东西一落入概念就是错的。还有就是，所有东西都放掉之后，我发现，其实就只剩下这里现在。那。不过，我的后来在那一整个月里面，就是整个人都莫名的安静，就是莫名的宁静，然后觉得自己的频率算很高。那不过随着后来工作的关系，后来随着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慢慢这种感觉又淡忘掉了。那我的问题是，我好像曾经走进到那个房间里面看。惊鸿一瞥看到了这个自己的本质，但是没有办法一直待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就是一直处在那样的状态，或真正的就像博士讲的，活在每个细胞里面都活出来。那我的问题是，在这个惊鸿一瞥之后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存在跟处于那样的状态？好，很好啊，宛如你就刚刚把这 microphone 很重要啊，因为这样大家可以听到，我想有个记录录下来。你们也不用讲自己的名字啊，像你刚刚前面讲的，我想大概我们就录不进去。可以录有吗？只是我们这里听不到。不是我没有看他提，有拿这个啊，好，那就好。你讲的很好啊，很好，恭喜你啊。假如今天是另外一个场面，我就会讲说就是。鼓励啊，称赞啊，加油啊，给你打打气啊。那但是今天，我假设你们大家刚讲都很成熟啊。那首先我还是要恭喜你，因为你体会到这些已经相当不容易。但是要记得一点，过去很多朋友经过这些经验，有这些经验，可能认为自己开悟了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现象，因为自己到了一个，在国外我就会用很简单一个 outer state of consciousness， 只是好像改变了这个一般的意识的状态，最多只是这样子。你现在可以用这些话比喻讲出来，它还是个头脑的作业，维系没有错，跟我们这个世界的 density 重量。比重稍微轻点，相对的，很多人也会看到天使，听到天上的落下的音乐也好，或是跑到未来，好多好多这种神通啊，这样打 spiritual eye 这样打开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有这些现象。也可能就认为这些境界比我这人间所上班下班所看到的，因为更维系嘛。所以它更有真实的代表性，这是本身它也是个 trap， 一个陷阱，一
的一个可以把自己落在一个好像一个地空啊，一个地下，一个爬不出来，很多一辈子爬不出来。为什么爬不出来啊？首先它是很新鲜，也有这个你会今天表达那么很精彩，我们听得很精彩，就是因为你当时发生是对你是很特别，很不一样。那接下来就会想重复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有些人是大欢喜啊，那种欢喜是不是人间的欢喜？我们人间欢喜，父母啊、姐妹啊、关系亲密、男女啊，那种那是小欢喜，大欢喜那一个人，我常讲 bliss out， 本来有本书叫 bliss out， 后来我。算了，我说这会导致误会啊。然后有个同事很可爱，有好多年后我问他，有天你为什么在追求这个？他讲说，对啊，好多年前你说这个有一个人可以体会到这个大欢喜，这大欢喜比男女的大欢喜还强100万倍，我当然要去体验。OK， 应该就导致误会嘛。它不是一个相对的观念，它是一种绝对，所以你用任何比喻去形容都不正确。所以啊，你要回到这空间，回到这种体验，这是难免的，每个人都会这样子。有些是从别的层面啊，比如说很宁静啊，有一种啊其他的现象去想去重复，所以这是很危险。因为把一个相对的境界，这是头脑在骗你哦。头脑说好，我就是非给你一个境界，让你尝到甜到，然后你可能花30-40年，然后去重复，啊，认为那就是 ultimate truth 最高的真实。而我必须要跟你讲，不是，它是头脑的反应，头脑的转变，啊，也不是说。你怎么去回到你刚刚讲说我看到的本质，你没有看到本质，本质看不到的。假如你可以说你看到的本质， I'm sorry， 你没有看到，我希望你不在意我那么直接，因为你问的是相当，我听到你很诚恳问我，我也只能诚恳回答你。那这还不是啊，我们所讲的，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什么叫本质，从别人的角度再看，哎，你好像傻了，你本来好聪明，突然不知不觉什么都不再追求了，好像迟钝了也好，或是像小孩子一样好天真哦，好自在哦，什么叫本质，你也不会想去分析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停留在哪个空间啊，是 means nothing to you， 什么用意义都没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都没有，有什么用？什么用？人生有什么目标？什么目标都没有。等到你到那天，你发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的头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要你还可以表达，你可以用你的语言，用很精彩的语言表达，那这还是头脑的产物。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哦，我挡都挡不住，不是我想醒觉，你试试看，你想醒觉你可以醒过来，是醒觉来醒你，是宇宙来短路你，是一体来欢喜你，是全部来拥抱你，是那么简单，是 the other way around， 因为你现在是站着头脑在看，站着有，站相对在看绝对，所以会有好多现象。我这样子用这种方法，可能回答了好多好多问题啊，甚至我敢讲是 99.98% 的问题，我所听到的，啊，只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，切入点不一样。好宝贵啊，我们有这个身体啊，
人的这个身体不能小看，聪明啊，我是聪明，非常相当聪明，所以这一生我们要好好的搞一个段落。什么段落？不是我们嘴巴可以讲出来的，它就是透过这个理性相对的脑去稍微点到，稍微体会到一点什么叫做绝对，什么叫做 infinity 无限大的一个观念，从 finite 局限去体会到无限大，严格讲是不可能的，局限于永远不可能体会到无限大，但是我们人够聪明，所以这一点就是不一样。所以 this is your time， 是你这一生来的刚刚好。今天我们碰面走到这里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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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可能受到很多委屈，很多这个考验，好多好多困难，度过刚刚好，刚刚好做什么？来到这里现在，体会到什么是在。什么是心，什么是绝对，接下来就讲不下去了。这一次也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机会，也就是你千万次来的最宝贵之机会，这次错过，下一次 who knows， 可能条件不组合，不圆满，条件不足，不成熟，可能下次可能也会耽误过去，看你这些话可以信得过去。还有吗？博士，请问一下，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。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在，就是像博士刚才讲的，你有限就局限，就是相对就没办法知道那个绝对。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当我要去那个知那个觉要去清楚那个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一个像是念头一样的东西，它就不是一个背景。当我好像要去知道那个背景的时候，我又变成了前面的表演的人，就一直这样子，所以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在那个觉那个知。好，很好。你们刚刚这样听，就这又是头脑在讲话啊，是这个相对一个有想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啊，做想知道什么是不做。不是在啊，不是动，想知道什么是在啊？那你现在全部你刚刚表达的，就是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你很难得，你现在体会到这个，你把它变成一个难题，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啊。但是我先讲为什么你会把它变成一个难题，因为我们的头脑它本身它这个架构是个比较的架构，是个二元对立的架构。以前我讲二元对立，谁可以听懂呢？我们常常像佛教常讲二元对立，没有真的不懂。比较，不断的比较，不断的在做这个好像跟一个基准，这个一个点在做比较。这个基准的点 ，origin 它有一个出发点，就是小我，就不知不觉就把小我像建立出来了。所以从你的角度，在它是 opposite of something， 好像我在跑，我突然停下来，你说不跑，这就是不动，沉默就是有声音讲话，突然我不讲话，这叫沉默，这是我们头脑，不是你跟你没个人没有关系，我们头脑只能这样子理解，动。不动，它是比较嘛？比较两个比较，两个对称嘛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沉默不是说我半天不讲话，那就叫 silence stillness，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是个绝对的观念。
所以我在跑步我也可以不动，我在跑步我也可以沉默啊，我在讲话其实没有一个人在讲话，没有一个动，没有一个做，因为他在另外一个轨道。那你现在用你的头脑去体会永远体会不了，只要你体会到什么叫做在，那个不是在，那是一个 opposite of something。 所以古人老者都知道啊，老者 也晓得，才会带出来三个大的方法，当然用不同的方法包装。为最成熟的人他会讲说参，但是很多人参不了啊。好，臣服总是可以吧，妨碍把自己交出来，还有可不可以把自己跟宇宙跟上帝合并在一起，直接洗脑，不断的洗脑，不断的重复 I am 就是这样子来的，我仇恨啊等，不断的重复，也就是用这个脑的聪明洗脑。我常常开玩笑就是说，把这个脑，假如我们把头脑念头当作小偷好了啊，以前有大神会这样讲，把这个小偷假设他是警察，把他当作警察回着在抓小偷，全部都是只有小偷嘛，小偷变成警察然后再去抓小偷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假设就是这个含的这个意思，把自己的身份变成是主，你这个在自然就出来了。你这样子讲，这样去分析有会心前面懂了，后面头脑就听不懂，就造成一个悖论。所以不是在那样刻意的，我体会不了，体会不了。假如你体会到的，就像前面朋友在讲的，那不是在，它不是自在 spontaneous 自在，在是自在，自在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换一个转个弯，不断提醒洗脑自己 I am， 我好用我在好了啊，我们前阵子用在图就是在，我在有叫你做什么，什么都没有做啊，只有在重复两个字啊，那个在自然会出来，自然会体会到，而且但是你讲不出来什么是在，好不好？我这样转了一个弯，你看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回答啊？换了一圈，转了一个弯，这样绕圆圈绕你这样子，又回答你。那反过来，我再接下来这样讲哈、啊。最简单的方法是一个人下个决心，我要醒过来就醒过来了，这里现在就醒过来了，我不玩这些游戏。我就要醒过来，因为我彻底知道没有东西叫醒过来，我就是他醒过来了。但是就是因为不可能有这种自信，有这种信仰，好，所以我们就用好多好多啊工具也好，好多方法，走到最后还是要把这种方法放下丢掉。你看这样子，我们带来又一层的悖论。